向三班分会斗文新闻资讯 YouTube 频道祝你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他下半夜的时候四点多就发觉他是肚子痛嘛，六点钟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，男孩子吧也比较害羞啊，他就不敢说，他说妈妈我肚子痛，我下面那里也会痛，然后我就问他怎么痛法，他说有点胀痛胀痛的，现在很痛，一走路都痛。家长见小朋友面色唔对路，唔敢耽误，立即将佢送到医院。点知一检查，医生就立即安排手术啦。立马就可以给他开通了绿色通道，因为他真的到了那个时间的话是争分夺秒，你十分钟之前跟十分钟之后都不一样的。乜嘢问题咁紧急呢？原来阴囊彩超显示男仔嘅睾丸发生扭转，一般超过六个小时之后，他就容易坏死。如果基本超过一天的扭转，那睾丸基本是保不住的了。医生通过手术为其紧急复位，所幸仲未到最严重的地步。马上给他复位之后，观察二十分钟，那个淤黑的睾丸就马上有血运了。另一位同学就冇咁幸运啦，前两日又有一位初中生因为同样的疼痛症状送到医院，但由于送院太迟，最终手术亦都未能够保住佢嘅睾丸。这个小孩子呢，他是十二岁，他可能年纪轻一点，然后父母也没得到重视，然后这个病还大概拖了十八个小时才到我们医院来看。所以说这睾丸进去之后，我们也给他开通了绿色通道，但是问题是这睾丸已经扭转，完全扭转了，也把它复位之后，那血液还是不能恢复，那无奈情况下只能做睾丸切除啊，这是迫不得已。我们还存活另外一侧睾丸，另外一侧睾丸如果它功能啊形态各方面发育是正常情况下，到他成年以后对他结婚生子那些基本上也不影响的，但前提是这一次睾丸要顺利的发育。医生介绍，其实好像这两位初中生一样，发生睾丸扭转的病例并不少见，但很多小朋友和家长都缺乏这方面的认知。从近年来医院接诊的病例来看，最终因为耽误治疗导致睾丸保不住的病例更加多。我们近大概五年来，我统计过在我们医院做这个睾丸扭转可能有五六十例，每年的话在我手上处理的可能都有十几个这种类型的病人，主要发生在一些青少年，十二岁到十六岁。主要发生在哪几个方面？第一个就是剧烈运动那大腿跟阴囊摩擦。第二个最常见的就是在一些睡眠当中，有些小孩子他比较喜欢侧着睡，两个大腿夹住阴囊，那个作用力也会使那个睾丸会旋转。其实只要及时就诊，手术难度并不大，因此医生提醒小孩子跟家长双方面都要去重视这个问题，教育这方面要做到宣教。最常见的症状就是阴囊疼痛，一个一般都是剧烈的疼痛，伴有一个放射到腹沟或者是腹部一侧腹部的疼痛，还有一些人会伴随有恶心呕吐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。家长一旦接收到的信息之后，要及时将你自己的小朋友带到医院来正规。